그게 날이야. 不是在这里，在。对，你是找不到棋子，然后后来错误。对啊。我点地图出来，它整个 lag 超严重。都卡一下，地图不知道怎么卡，好吧，在前面那。在对面那里而已。哇，为什么会顿呢？加入别人游戏都会 lag 是不是？就像你我觉说得应你该是，加。像你说你加入我的，你也会 lag。应该是你网络不好。没有啊，我网络非常好，非常的稳定。哦，你跟他对视。怎么进你游戏 lag 到这样子啊？但是你现在声音好了，我好了，我没讲话呀。没有，就是你现在的声音没有一开始玩的时候那么的电。大他，我是走错边了。对啊，为什么200多公尺啊？不是，那是任务。我们现在要的不是在这里，这里是那个没有错啊。我消灭符。lag 吗？你是 lag 是不是？你要按对到啊，所以那你个，是 lag 啊。我以为只有我在 lag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原来收人是主要是收面具，就是装备啊。但是他们的装备都蛮烂的，我都收到白色的装备。对啊，就拿去卖掉吧。他们人在哪里啊？对面。啊，那里。对面也是他们的哎，谁在乱？我们上次从门口，这是从屁股。帮你解决了。哦，对啊，突然解决了，我生命值还过低耶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很多人，很多人。有人在叫哎！上次你好像在找那个棋子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上次是不是没有显示啊？对，上次没显示。
这有什么东西吗？13，光头，对啊，开门，他们就有用哪个开门？了，就有像那个啊。那你为什么知道是电池？我没有说电池，我说开门就有东西。哦，是吗？你要什么电池三？什么什么？透视眼，什么都开了，外挂，直接开透视啊。对啊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你好意思吗？那有什么嘛？那个什么烂锤呀、啊？蓝色的音响，然后我的垃圾桶满了，啊不是我的武器打满你的垃圾桶也不要用啊！里面全部都是垃圾桶。自己有空投吗？还是没有啊？我不知道是少了一个空投啊，为什么用那个？对呀，对呀，旗帜，这对啊，边我有。知道啊。哎，等下，这个风车，这个风车没，好像我记得没那么，那是开关，上面是开关，这个。是对紫外线而已。到底是开关哦，开关是紫外线的哟、哦。看一下，对啊，然后会让他们被进攻。现在有没有？哦，现在是开的吧，应该。对啊，它是开的，我那天有开过。哎，对耶。你转那么慢呐、啊？没吃饭呢、哦？没有啊，你又没给我饭吃，我我们还要吃，有，什么时候没给你饭吃？我我没有见有。到你，我都会给你饭吃，好吧？哎，我还没转好就有了，我才转到一半而已。可能是你 lag 吧。没有，我真的没，我真的故意没这样乱转，一直在转。哎，在46公尺，46公尺。哎，他给我金色的东西耶，我操！但是我现在不是满了吗？那这是什么？预兆，珍贵凶手。这里没有卖东西的哦。休息，玩家抽好像确定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重点是，那我这个床要怎么过去？没有。哎，这个我拿，哎，我可以看到有没有拿了哎。看一下我的，有没有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我哪个空投没有拿到。靠，啊，我上一个地方全变问号了。选变问号？为什么？就是一些问号啊。问号？有些地方，问号？不知道哎。就是你要再放大看的，你就是要这样望远镜看。哎，我上一个只有两个空投，那为什么你会有三个？没什么差吧？有啊，你多那个，我们不是东西都一样吗？为什么那个的飞行就只有一个？没有，不对，你升满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要拿那个吗？拿什么？那个20几米的那个吗？哦，对啊。可以啊。越来越远了。对啊。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远，所以是垂直向上吗？真的。一直在上面，是空投是不是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
不是吗？我空投已经拿，我空投拿过了，是哦。就很丧啊。在干嘛？前面有梯子，你不走，你还硬要走那个，这又越来越远了，是不是在这里的正上方？对啊，这是怎么去这里正前方？那还是要上去啊。对面可以上去吗？对面可以上哎，还是从对面呢？你要从这边飞是不是？不是飞啊！你看对面有路可以上呢，不是飞。哎，你不要挡住那个天桥吧？不是你，还是说那个女的？就是这种地方哦，你上去了吗？我还没啊，我在想说，这里可不可以上啊？那个红红的不好上吧？哦，你那个可以爬对啊，哦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就比较。那不就在里面了呀？可以不要走外面吗？没有哎，在里面，外面要走外面。啊？没差，不用来，你继续去找。有些人放弃了，哦，要按住。他刚刚要抓那个木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忘了另外一边，他没有抓。靠腰到头顶，妈的，那我上得去啊？哎，可以，到头顶，到，到了，你是从哪边过去啊？对，我跟你我是是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哦，你是从里面走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我直接从那边跳过来，然后啊？靠墙爬，跳过来，然后转墙爬，然后爬过来，可以转墙爬吗？我应该再滑下去了。然后跳，你的那个也是一定是 bug，我是很确定你是 bug，你就是爱用 bug。不是。我确定，不是，我等下跳进去，我等下跳进去。你就是 bug 啊，我知道啊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能这样讲，你去对面用跳飞行伞，不然就看我跳下去。那就可以。对，你从那里上上，那里向上，向上，然后去跳飞行伞就好，就不用从我那个龟的地方了。这也可以上上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吧？这里啊，直接跳板子啊。哎，为什么上不去
因为他知道你在用 bug 啊。什么？你看这里面哎都呦！可以上去，嗯。然后嘞，你继续啊。你在看我是不是？对，我在看你啊。你看我干的什么啊？可是我现在不知道那在哪。然后就。我看到啊，你怎么走那么顺呢？爬墙，我爬墙从来都不会顺的。啊，知道了，啊，知道了，这不是 bug 了吧？你是跳，爬墙是怎么爬？你爬墙要先面对墙壁吗？就等一下，我在哪里？好的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帮你跳的，你刚才我讲什么？突然不叫用什啊，么去？我看到你爬墙，我刚刚不是用爬墙，我直接跳过来的欸。啊，这你跳过去了？我只是掉下去一格，我是直你接用，跳的？对，我是用直接用坠落的这样到下面那一格，没有用爬墙。但是我从来我要爬墙的时候都爬不到，我不要爬墙的时候他就给我乱爬。是吗？就是你我就比如按住说，R1 而已啊。我有按住啊，但是没有反应啊，就是很长都是他就给我慢慢滑下去啊。看一下哦，我刚刚看到，哎，你怎么爬那么顺？哎，我明明爬墙我也点满啦。对啊，我就看到，哎，你怎么爬那么顺呢？而且为什么你又掉下去啊？你爬过头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就看着你，然后就爬过去，就我就跳过去，然后靠着墙啊，是靠着墙啊，然后他就一直跳，他就会一直爬墙啊。而且我有双是段啊。爬墙，我有选那张。我都学满啦、啊，爬墙的。我把你传过来哦。哎，不对，哎，连续蹬墙我没有，哎，我没有结合那个没有，还是那张？你去拿到了我没有啊。哦，你拿到了、吗？拿到啊。哦，那是在哪边呢？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啊。在网上，不是，在你直接往往隔壁，在隔壁，左边吗？是我的隔壁前那一面栋。吗？对，你前面那一栋的红色板板最上面那个，啊、哦，掉下去了！我靠你！刚刚那里第一人称的困难，我怎么死了？我可以来救你。没差啊，快一还点可以呢。成就哦！那起什么时候有这种成就吗？应该是没有啊，帮你上去救我那么多次。不是有救过你很多次吗？就被哑巴电死那里。哦。他们是？为什么你会用那么多 bug？什么？为什么你要一直用 bug？我是从那个木上面掉下来的啊，我觉得很神奇，我真的驾驭不了这个游戏的跑酷。我也不太熟，练习呢，而且你还会用 bug 啊。才没有 bug。哦，你我这知种道，怎么熬？它这个好像是不能爬的，是不是？它那根三角形的东西，三角形哪个哪个三角形？这一根呢、啊？这一根呢、啊？可以啊。不行呢、啊，它就是会，它不能抓的那个边。不行不行，你只对能啊，奔，你只能走过去而已。对，我只能一直往前走啊。哎，它要对把我啊，卡住。它有点类似独木桥。是我很常遇到这个问题，就是又不是跳过头，还有就是向错边边，你看又跳过头，跳不到。对，我觉得那个三角形的真的很不好跳。可以抓呀、欸，这一次我我掉下是去了。才对的。我现在反而觉得最难的是那三角形。
看看。我这里好上去的话，我就直接用飞的啊。但是还有，因为我现在我不太确定说那个地方在哪里，在左边那一栋。哎，我要掉下去了。我看到了，卡！哎，你是哦，是，死啊！他开不来不哦，及开啊！对啊，太近了，慢慢来，不行，我剪个指，剪个指甲。还剪指甲？我礼拜日要打球啊，那就打啊，有什么差不吗？行啊，我刮到别人。啊？你会有肢体接触啊？